好，新北三峡的恩主公医院在27号呢，因为梅西事变，替疫苗园艺就对20位民众来施打。今天早上，指挥官陈时中在立法院外也有了最新回应，来听他怎么说。没有，现在先观察身体的情况。那你大概11点多就到那个消息跟恩主公医院，开始调查，就我这样就知道。会惩处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要跟地方卫生局的调查。